喊什么鱼？鬼鱼！哎，你到底下不下呀？哇哇哇哇！不义全输，不是哥们儿，游戏是这么玩的不？我不义全输啊！哎呀，我这里还断了，很烦。陷阱，有一个让他的陷阱，他抢上去了。走一起，走一起就双方。哎呦，怎么排位都这么厉害？高手排位随便秀是吧？他上滑梯的也是。受不了了，我要愣头青了。排位随便秀，要激发我的血性了。钓鱼八级，倒刺格。有空点个准备吗？等一下，我守个，我要守个尸，然后挂，我等我挂人的时候给你点 OK。哎呀，不要了，我要桥上那台电机，我点了，我还解锁小桶了，你没点 OK 吧？我点了，还有一个念念没点吧？应该。你确定？我点了。现在桥上永远有一台，不着急。我要走霉运了。我是不是可以去钓水母？他想去摸我脸上没耳鸣，直接来杀人就得了。谁的呼吸声这么大？谁在睡觉？那天睡着了，你能给我吃？哟吼，高手！哎呀！现在歌剧为啥很浓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你是真在后边啊！我看他在后边待了一下，我以为骗我的，他是真喜欢待后边。你还在砸我一下，我跟你姓，直接抽刀，直接抽刀，直接抽刀，抽犀利。
头倒是真地痛，但是脑袋也有点痛，脑袋有点特别。帅！哇，你看排位的人打的，感觉这比比赛压力大，呵呵。啥意思？一般是那个矿洞门口的那个湖收益最高，叫那个大嘴鲈鱼。海边呢？海边也不高，大嘴鲈鱼是最高的。鱼饵机你们应该是能造的吧？那个建造列表里应该能看到。鱼饵机可以增加那个同一种一个上钩率。别起来了，咱下一把了，好不好？小子，哎呀，别起来了吧 ？OK， 投了。太宰治，明天全天有雨 ，OK， 刚好是钓鱼的好日子。可以去那个去秘密森林那个湖里面钓。没有这个皮肤吧？那里面好像能钓鲶鱼。点个 OK， 怎么说 ？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点个 OK。马哥能点个 OK 吗？我能点。OK， 马哥没点，马哥估计点了，点了。马哥估计哦，点了。我去哪里啊？去那个秘密森林最左边的那个地方。最左边，我怎么进去呢？直接走进去啊。我一直往这边走就行是吧？往左边走走。左下就先下，然后往左走到底。先下，下到下一个场景，下面的那个场景，然后再一直往左边走。我巧，我原来必败说这么久啊！啊，那你们怎么都不说话的？我洗鼻涕必败，我开败了，哈哈。不是在老在直播间扣句号问号，不应该你们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吧？难道是我的问题吧？很多真的没有。过半了，不能踩啊！这个踩了就要被锤开了。哎，律师！我们怎么不武装啊？他到，我都看到他过来了。他到补个撞呢。我掉一个试试。掉一个试试。哎呦，这也下来了，弹了。切！在法师塔上。这也下来了，你是真厉害呀！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再看到你，哈哈哈哈！一个点丢，
这肌肉手上，肌肉手过来捡个球给我解馋，哇，这么远也能打下来吗？这肌肉手还得带快切，快切两次都清起来了。看我这皮肤，这头发一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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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想切金身啊，感觉切金身很浪费。哪里？下次还得切，早点切。这里吗？早切早舒服。哎，这怎么网卡了？啥意思啊？下板的搁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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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他了好像，哎，就感觉看到他。那个孔洞在哪里？没，明天。哦，明天哦。哇，受不了一点。咋了？他们那边搞活动，叫我唱《野狼之名》。受不了一点。两个抽刀给他收了。升级背包，你们升级背包了吗？我升了，你也没升。你可以把东西卖一下。那些就是卖箱子，左边那个有农作物，还水果什么的，你给他卖一下可以。卖箱子是吗？你应该懂我意思。哦，我排到了，等一下我。我排的好快啊！那确实快，你刚睡醒。哇，这给我照晕了。难受。这也给我照晕了，没拿到血。箱子里的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前方还想来撞歌剧啊，你倒这。我不信他来撞。来撞给他了。飞轮搏命，哦，反应这么快，他们说10000块钱可以建个啥社来着，以后可以升级，就是下矿要吃的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是辣鳗鱼啊，不是那个沙拉，不是沙拉，下矿他们说吃的另一个建的东西，吃的有什么的东西，不急的啊，不急的啊，为什么哎，我怎么回这了？升级，把那个普通的升到，哎呀，普通的升到一级了。那还好他没救人。嗯，他不来救了。
卖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他给我飘下来！哎呀！这个心里也不休息，他干嘛呢？啊，休了！这防我钓他鱼呢，原来。洗吧。你是真敢翻啊！插眼都敢翻。OK， 我玩完了。等会就睡觉吗？新夹子才插眼啊！睡眼。这是一个垃圾。我。新夹子。包睡的。再插眼，完了，先插眼再夹子的是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丢掉啊！这个垃圾。他干嘛？啊！这里是得勾的。哦，这里也不得勾吧？丢掉，丢旁边垃圾桶。必须要垃圾桶吗？你按个E，你就可以丢了。他也不怕这下面有夹子呀。记错了，应该是先插眼，先下夹子再插眼，完了。要睡觉吗？不要睡觉的话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肯定要睡觉。嘿嘿，这什么？钓鱼？睡觉啊！这把有点难受了，抓CD抓得太慢了。啊！哎，他不走位吗？哇，这钩子没走位，难受。哎，抓的太慢了，这把不好移，这把得开不再打的好一点。他不走位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真难受。有点是了，怎么说？不去了。飞轮。睡这吧，我就玩。就睡这还能。哎，你这波又走位了，哇！我完全被他拿捏了。能不能传送回去啊？那你走不走位？哎，这把还不好，要输了这把。还没回来？再赶呢！要打个血了，要输了。小心昏昏太多了。没事，在后面，在后面睡吧。到。他是哪里呀？我。外面还有人呢。八七六，来不及了，杀不了了。哪来不及嘛，兄弟！小姨得出来换节奏了。没事，两点钟。我来了，不睡觉。你谁没睡觉？我的操，还在钓鱼啊！是不是你？他不在桌上。你也没睡？没有，我已经睡了。啊，你怎么还没有？钓鱼专精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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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狗啊，他700块钱啊，他赚了，对了。我钓鱼都赚了388。嘟嘟，哎，你怎么这次遇到怪了？今天多云，一直会狂风大作。
还有人砸进你们啊，滚出去。哎呦，不行了。哦，今天我的运气非常好，我要去沙漠了。我去钓鱼了。海参怎么解散？是你的海参自己补的吧？等他过来吧，慢慢等。哎呦，他每步都不按照我的走位来呀！翻一翻，难受啊，这样。得去门口下夹子了。去翻一翻垃圾桶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哪里是你的宝？点布在哪？点布在你看地图。哎呀，我扣好多、哦。在我这里。真的哦。我在右边那个。查大副去了。这里。但他还没开门，九点钟开门，还有一个小时。我再好一个，对。还差一个金星玉米。也是应该有吧？有鱼的。哎，我要走了。啊？我去摸了。什么？我去磨了。什么意思？模仿者。哦，去吧。拜拜。几点钟了？我操。拜拜。摸。黄金垃圾桶我不捡了吗？黄金垃圾桶我不捡了吗？我快进去了呀。看这波偷鸡了，应该会有人卡着我的，果然。你谁？潘妮。每到秋时总悲伤。我操！开一，开一，说是。哎，我就知道还有人过去救，但是哎呦，他们这么救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没了。这里吗？上班没？上班了，四点钟了，上班了。怎么是你背包啊？还能买啤酒？就他妈600块钱一杯，不是一趟钱啊！哎，码头，家里有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那里的呢？怎么是你背包啊？都是你背包背包的，你得去超市。我就在超市啊。你不在超市，你在超市那个右边有一个那个背包。升级，2斤斤 ，OK， 升级了。24格直接增加到这么多，再升级一下，10000块钱才能升级。感觉他应该不会救人。我日，牛啊！果然没救人，被局了，拉扯。哪里的鱼比较稀有啊？哪里的鱼就是比较钓到那种好鱼的概率比较大呀？你在哪里钓鱼啊？我现在沙滩钓鱼。哪种鱼？我想想哈，青金鱼可能会好一点吧。你看这个沙滩，这个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个是海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铁鸡扣太多了，抓心里。嘿嘿，后期空钩也空太多了，不然有点机会的。我打发体粗鄙的跑了，本来还想给大副逼个表的。
我又回来了，大夫。哇，你是真敢砸呀！哇，枯草吧，这大夫，这么贪的。这就杀你！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。也别修了，这就杀他了，把他表逼了。这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，受不了了。OK， 我先来个 OK， 一万二，刚好你也可以升个背包，我可以修个板块。OK， 还有，除外 OK， 除外，除外很急。哇，我没想过板的，哎呦，这是真难受啊！哎，他人的，哎，怎么在那？这里没地窖，兄弟。哎呀，我没想过板的，真难受啊！这边再盖个头，想一下，不能切时差，切时差赢不了。哎，可惜了。哎，这一刀没打到，真难受。还是电了。这拉拉又得救波人。OK， 别人来救人了，是别人来救人了，把板子占了，他小伙子又板子了，哇，你这个直接下板的，哎呦，我一个提刀他死了，我觉得他不会直接下板，我中刀了，无人能动的一天。无人能动的一天，我打个暂停。装什么？直接大家都得动。完美。打太平，那个打太平，打这么快。裁判暂停呀、啊！一喊就得暂停了。没问题。你忘了我们的口令吧？裁判暂停。可以。只要你喊出裁判暂停，裁判就能帮你暂停了。哎，这是国际传输的。哎，那边怎么修起来了？这记得我插了那个。这个手感好吗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。好是吧 ？OK。主要是很清晰。对的，我也觉得，比起以前的黑的，它很清晰。但是不要在里奥这张图用，我觉得除了里奥都得用。为什么？因为里奥太白了。太啊、哦！这拉拉还敢修啊？那死这一脚，市场游戏结束了。敢这么跟我拉扯？死热了。外面在修了，不要紧，往角落挂，
杂技在那里也看到了，他要么直接开，我估计他是直接开的，让那边直接点吧，他来卡着我。没有，不直接开的话也不着急，反正已经锁定他的位置了，他打都去不了，他被我拦到了。那边起心机有点慢啊，是不是都切起来了？哦，没有。那大黄救人。好了没？有人能玩了吗？我呢 ？OK， 我也能了。我是快乐星吗？敢不敢抓呀？可以把我房子。敢抓抓不动上去。我晚了，大哥，谁把我碗偷走了？就看他直接修了。这个石表吧，这个石表有个仪器，包还大一点。的前方高能和六六六。哎呀！怎么雷动事情？又做什么了？哎，我雷怎么没声音啊？啊！我起床了，嗯，还个鱼本、啊，这什么鬼啊？大本去修了，幼稚，这来了，看到了。幼稚，我们现在有23块金，20块铁。我的雷没声音，我操！不够，还远远不够，在右边我看到了。要多少啊？要很多木头，我要很多木头，我想要。这雷没有声音，不是你不要偷东西啊！我没偷东西啊，把他壁炉偷走了。我没有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哇，你不要这样啊！调酒师，你在犯罪，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哎，还好这个人没回上来，差点两瓶就给他打成两个满血了。虽然地基没修多少，啊，这个大夫不好排了，不知道他从哪来了，看到他还能来。呵呵，又救不下来了，行，救下来也双趴了，这个是大夫，嘿嘿，我看太远的，心悄悄的碎了，看太远的 heart 悄悄的就这么碎了，哎呦，我还帮他解控，我好吧，他给看太远给他弹那个弹晕了，我还给他解控，
是真是一个好人。跳水师也来，跳水师救不下来了，我一起。好像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卖掉。哎呦，我露出破绽，他竟然没有想来救人。哎呀，刚好包没了。一点了，要睡觉了。小伙子，哎呦，高手！哦，我的爆炸声没了，刀怒斩雪翼雕。哦，有声音了，这会儿怎么今天才1000块啊？因为没卖东西啊。哒哒哒哒哒，我斧头专辑7级，我能传送到山里去了，我解锁了个传送图腾。我哎，我好了，我点 OK 了。我说你们都是真达人吗？我这么多针啊。好，涂了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很早以前这种感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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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倒霉天。哦，两个人都在修，抓抓右边这个吧。要啤酒干嘛？啤酒也没那个。哟，一觉睡到中午，起床打排位啦！哇哦，真棒！一觉睡到中午，起床打排位。来，我帮你看潘妮在哪吗？ 他这么转点他就没了。你看一看呗。他那个房车，那个你下面的右边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房子车里，河边的。哎、你是真敢翻啊！进不去。你好感度还不够，好感度够的话可以让你进。对，好感度不够。初级保湿涂了。他是真敢翻啊！一路跑，这跑快快些就是跑得快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跑的已经够远了，坐下休息会吧。休息会，累了吧？孩子累了吧？他出来了，哎，还在里面啊？可能出来了。他出来了。出来了吧？在哪？没啊，他还在那儿啊，没动过，啊、没动过。我看他出来了已经。那就是出来了，我这不可能实时的。哦，鲨鱼正在接近他的猎物。沙子鱼。给他改个名字。哇，涛哥，行吧。结婚，如果能改名字的话，就把他改成大。这把不好意。什么鬼呀、啊？什么鬼呀、啊？那是真什么鬼呀、啊？下边又给大副炸出来。我镰刀，啊，镰刀在这儿。但是没事，他们现在差点整，大副在修的，在踢墙的，他们没人救人。别人来救人的话，那个邮差在废墟应该不过来。包好玩。大副来了。这肯定好玩，包好玩。
炸出来了，那这波他不一定能救人了。如果能改名字太搞了，太搞了，改名字太搞了。小鸡，又掏，你真是个掏哥！哇，这波我感觉他要骗我鞭尸，就没敢出刀。但是没事，他们差最后一台。我记得新路谷有一个解后摇的办法，我去搜一下。解后摇，你可以让你的砍树和挖矿变得更快。高手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怎么改修的？他怎么改的？肯定。表都没了，还敢修？包开玩笑的。快挂，快挂。过去，那要鼠标红。嗯？什么鼠标红？就是要开鼠标红才能那个消那个火药，跟风火轮一样，不是那个斧头。压好了好像。压好了，那就刘雷炸大副了。我操，开玩笑的，别当真啊！我操。当真就不好玩了。先给他一个地石，看他有没有压力。二一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开机啊？学习一下。往左边挂，那个杂技点不动吧？只要不让囚徒点吧就行了。还点？走开，不准点。把哥要啤酒干嘛来着呢？哇，哎呦，他这波。把啤酒收一下是吧？但是还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像。啊？但是好像又有啤酒。啊，又有啤酒就收了，纯一把啤酒花。好的。啤酒花吗？不是南瓜吗？啤酒啊，有南瓜就丢南瓜。马哥是南瓜还是什么？啤酒花没有南瓜了。杀囚徒啊，杂技有可能要操作的。啊加 U shift 加 delete， what the fuck？ 喜欢他，跑一个一个都不跑。对你好感度高了，他会有单独的剧情。哎呀！ What？ 哎呦，卡了一下。No。 但是没事，他没往后面走。他选择来这里溜我。哦，还要夸他，受不了一点。看着自己慢慢变老，一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就舞蹈下板啊，舞蹈切制。看，我已经看出来他的规律，他就舞蹈下巴。哎呦，我怎么又卡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断了，难受。哎呦，非常难受。发，他应该有飞轮。还有这种剧情，我操！哎，我出刀剑怎么没点到？哎呦，我这失误好大。我去博物馆。给这入脸溜起来了。我去博物馆。又断了，是吧？问题好大。两颗星，是两颗星。我还可以给谁？这个可以。大哥，我死了吧？这旁边不是还有人吧？我感觉我像死了一样。这个不是给博物馆吗？这个我开盲盒去了，开一个还来，真喜欢搞啊！他
还有生日的。才翻下来了，不想打他了，打他浪费时间了。那是自己入殓的。玉米种。炸弹。炸弹哟。不急，以乱打乱，打乱他吧。这个祭司来送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服了，我这歌剧怎么最近遭砸头遭这么多？因为砍树桩耗体力，不如那个直接砍那个来得好。真服了你。哎呦，我刚好 A 出来了！哎呦，我刚好 A 出来了！你说这 I， 你说这 I， 这 I， 他 I， 你说这 I， 这 I， 你说这 I， 爱你爱啥爱啥你？你说这 I， 麻了！你说这 I。估计要踢我！哇操！不可以！哎，有点急我，不能急。我接下来干嘛呢？带啥摇了？别带，别带就有机会。汤姆花辣椒，不急，入殓师，入殓师那边先修着吧，让他。酿酒，再酿，全部再酿。刷台飞轮，这个先翻一翻他们垃圾桶，然后再进去。他人呢？他人呢？哎，哎，哇，他不出来，他搁那酒吧。我这个点下班了吗？还没下班，好像是九点下班。真厉害吧？耶，他怎么住在这里？喜欢是我拦不住的，这把我太卡脚了。我看你怎么住在这里。他好像其实还有机会。是他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来这里看一眼我。你说是谁送的？哦，哦，好吧，那我太卡脚了，这把失误太多了。哎呀，失误太多了，太卡脚了。最后也卡脚了一波，不然他感觉翻不了那个板子的，翻不了那个板子就得赢了。我操，不会，不会，我帮他送礼物，大家给我涨一颗星吧，我操。